My ship!欸，为什么漂白剂可以做水呢？未污染的水，这个好屌，我想不通。但是觉得科技很强。我刚以为那个可以拆，你知道吗？这样。他说有拆解，但是我不能拆。我刚以为他这个是可以拆的，现在显然是不行，对吧？不能拆。等一下我们去三号逃生艇。那在去三号逃生艇之前，我们一定要先充电才可以去哦。欸，为什么？我靠！哦，太棒了，放在这里好了。怎么充？我先把我的电池拆下来，然后给它充。还有什么要充的吗？没有，好，就这个。先把它拆下来。也不用拆太多了，我也不晓得它会充多久。对啊，所以我电池是要做很多颗，以防万一就对了。去外面建造商不用电池，所以先卸下来充电好了。好吧，那我们先来充电看看。我有4，而且我动力电池我竟然不能装了。动力电池我看应该是材料，那应该是大型的船在用之类的，因为我的很多东西我都不能弄。好，就让它充好了。这耗外面的电吧，现在充了。充好慢哦！你真的要做多一点电池，我讲真的。那外面那个太阳能板应该扣电。阳光48%，充电120伏。这条件就是我讲的，因为那时候盖在船，我盖在那个巨型载具上面，它没有供电给那一个巨型载具用，这可以关起来了吧？Emergency. Starvation imminent. Seek calorie intake immediately. 30 seconds. New creature discovered. 没有，因为你知道吗？我快饿死了，所以来，捕鱼。Oxygen.因为我没有做鱼缸啊，我觉得鱼缸应该是养殖场之类的吧，自己盖鱼缸自己吃啊。啊，太棒了啦！我靠，快没养，我靠，他也不提醒，煮哦，只要在那边煮就好了。你看，抓个鱼而已，他才充电充很慢，所以等一下呢，我会再去做多一点电池好了。吃什么？腌制过的食物，我一直觉得算了，我吃这个看看好了。还没把你烤死哦，这里。我真的快饿死了，我水盖很多，但是食物没有。吃食物好像会扣那个水的那个，怎么这么多啊？刚好抓那么多只吗？感觉就不像他们有被烤的感觉啊。对啊，你的那个，水还加3哦，这么好的食物。当然要吃啊！好，走了。那等一下，我们就去做多一点电池。我觉得我直接游过去3号那边好了，653级还好了，辐射衣我也穿上去了啦。说真的，如果你采矿的话，不一定要去找那种我上次去的那个好像很长的那个，不知道怎么讲那种洞啊，崎岖的那种岩石，或是那种很奇怪的那个，哇靠！它是那个什么催眠虫的催眠师哦，什么的是没有什么威胁性。海藻其实就有很多石灰岩的，石灰层的，你只要慢慢找就有了，真的海藻里面它都会藏那个石灰层。我记得从这边逃生艇到我们家那边没有什么催眠的那一只新的怪啊，是最近突然有的，很奇怪，对，无所谓。
酸性蘑菇成对就好了，不用那么多，那么一二三四，这样可以做四颗电池，两颗电池。哦，那刚刚好我们进来这边，我刚刚好在路上有挖那个铜矿石，所以我可以直接马上做一颗电池。我以后就把这边当中继站就好，那刚好没电，更换一下电池 ，OK。这样子我们等一下冲过去比较快哦。哦，我刚讲就是这种啦，这种洞上面很多那种石灰层让你采矿，但是如果你挖完的话，如果不好找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去海藻底盘那边找，都会有石灰层。这是他们新的这边的。离三号这边的那个，三号在这边的海藻城，基于海藻城，我那边也有，那边有一个怪比较奇怪，就是上次我们看到那个大只的那个，其实如果硬要讲的话，我发现这边的，这边这个区域啊，三号跟那个我家那边的中间这边的石灰城跟那个钛矿还有那个石英好多，随便走一走都有。啊，缺点就是那个嘛。我一转眼已经来到这里了。其实我刚刚其实可以直接游过来，我直接游慢一点的，因为那个。特大容量器。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不是说推进器受损吗？他们水下推进器受损，然后就这样了。要干什么？在这里了。对啊，那任务就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任务其实，我不太明白他在讲什么，好像没有破完一样，他字就一直挂在那边。所以我觉得就好像他一直就好像叫我在附近搜寻一样，探索一样，又一个洞哦。好，我们等一下准备下去一下。好 ，Go。银矿哦，比金矿还缺。这是什么？邪木草，砍它会怎样？我之前遇到一个植物叫毒什么的毒，然后砍它超痛的，自杀用的。对啊，这边的金属碎片太多了，因为你离那个极光号爆破，哇靠，这边的矿太扯了吧！之前我挖那么辛苦哦，这肯定金矿银矿的啊，超多的。要收什么？我问你，而且好安全哦。石灰层太多了，超爽的啦！如果你来这边，干，就好啦好啦，给你控制了，我看可不可以砍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他把我慢慢推过去了，每一只都这样子，很棒。就我刚讲这个毒蔓啊，我扫描过了嘛，他很奇怪，就是fuck， 我都还没砍你，完了。医疗一下。fuck！ 算了，我直接游过去砍你好了。他那一只真的怪怪的，算了。氧气吸是还够的，走的时候小心一点啊。那一只其实是友善类啊，这个友善类，我忘记它叫什么生物了。推荐你来这边挖矿，这边的矿太扯了，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没有来逛过。我靠，每个地方矿都不一样，但是这边的矿我觉得比我刚刚那个地方啊，一大包一大包的还丰富。我觉得这样三号仓这样就搜寻完了，这不晓得干什么。奇怪，干。龙哦，完了！
还有什么古沙是不是？为了你，我可能会死亡，不过没关系。哦，我被包围了。我以海洋的地形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怪怪的，这条路一直往前走真的怪怪的，我们可以去搜一下。那因为我没有做多余的信标哦，所以我不晓得我会走多远。我其实觉得有点怪怪的，因为怎么讲你知道吗，我一直往前游，万一我死了怎么办？哦，这因为你知道你死了，你东西要喷掉嘞，真的很可怜。靠，怎么古沙那么多啊？我才正要走那，你再怎么快也没有我快吧？只要不要一直看着他们哦，好那个，只要不要一直看着他们，他们应该就不要四目交接就。我靠，那哎。不要潜太深，什么都好办。哦，那好啊。刚刚不是有看到一个蓝蓝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吗？对，我刚好看到一个很奇怪蓝蓝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哎，哦，那就是我在海下面那个，刚在那个紫粉红色蘑菇的那边，我已经，哦对，就这个。啊，我的烫刀棒嘞！哦，干，他还在追哦！不警告你一下都不行嘞，危险嘞！哎，我也是很危险的生物嘞。啊，为什么我的探照棒不见了呢？对吧？shit， 没关系，我还有一根吧。啊！没电池啊，完蛋了，超暗的。不然我们等，没关系，我还有那个推进器还亮亮的，还好。好说好说好说，这边是什么区域啊？哦，对啊，那个蓝蓝的，哦，这个也怪怪的。好，这一定有问题。欸，没有，这也不能扫描啊。没关系，我还有切割器，到时候我就来割你。它还有一个叫那个什么雷射切割器，但是要钻石。哦，这也是我的问题，我没有钻石。我一直觉得这个很像矿，而不是。他把那个毒放在那边哦，快速通过欸 ，OK， 哇，越来越暗了。不要碰到他都还好了，碰到他目前我也不会死啊。这整个就怪怪的啊。欸，这是浮着的。30 seconds。哦，不愧是外星城。好，我刚保险一点哦，我刚保险一点，我先回家，把那些该充的电池充一充，然后充饱了拿出来，继续往那个探索古鱼那古沙那边，那尽量不要去惹他们。哦，那顺便等白天比较方便啊。
那这种可回收金属就不要用剪的，你就直接把它啊，好，当我没讲哦。原本想要现场分解它，看来是不可能。这边早上长这样哦，阳光透进来就是不一样。你可以在这边盖基地耶，而且这边跟我那个地方好像，我这边有个残骸耶，一定有什么可以扫描的。先钻到那个洞里面哦。哇！ 30 seconds。好，什么都没有，好吧。他说秒数快到了，刚刚那个蓝色的地方我们往下钻，那这一次我没有带什么东西，我已经有必死的一个决心了。但是因为我没有信标，我真的忘记那个蓝色在哪里，又是他。这边的岩石层真的还地形真的长得还蛮奇怪的、哦，虽然有点累了，我停下来让你们看一下。对啊，我很少看到这样一条鼓鼓的，肯定这边就很深了。我看到了蓝色的，又白天，冲哦 ！God bless me！ Shit， 哪有直接伸出来的啦？我还有绿色，绿色我刚才。个人感觉好像是受什么辐射感染之类的，比他们比较可能会比较不爽之类的。不行，我直接冲到底好了。那个洞我其实刚也进去过了，没什么。啊 ，fuck！ 转弯你就咬不到了，太弱了。还是要把你敲一敲。你才知道谁才是老大的样子。这钻石，好尽快啊！ 30 seconds。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反正下面就是很累格就对了。然后还有这种特殊岩石层，到底是什么？300多米了，看不到底耶、欸！啊！啊！不要气馁哦，它有一个东西是我们这样讲好了，我记得他有讲一个东西哦，就是，走、啊，我们直接盖那个船舱好了，我们盖海鹅号好了，不然的话，对不对？那盖海鹅号要盖这个载具舱，那动力电池我有了，润滑剂也 OK， 钛锭也好，好，那我们就马上来做吧，因为这些东西我都有。你是说我胡烂的？有啦，真的有啦。只是说这种繁琐事情哦、喔，不太想让你们看而已。对了，那这就润滑剂了，对。然后他刚说太定了，我如果没记错，那个应该是做润滑剂的，没有错，还早快啊，哦，啊不是哦，哦海藻种子，好，那没关系，哦，因为我记得那是，如果他不是他，就是硅胶了。主要是拿来做那个硅胶的，主要海藻快成二，海藻种子，没关系，我等下去拿。我们海藻就在前面而已啦，没什么啦。海藻就在我家旁边而已，有没有？随便都是海藻。
那他要的是润滑剂，就是割这个的。啊，不是用摘的，我讲错了。物品栏满了还可以乘二的，没有，主要是想把我那个海藻块消耗掉，两个才可以做一个润滑剂。润滑剂啊，不是润滑剂，两个才可以做一个那个什么硅胶。好啦，那我们该有的都有了。那我看一下它是盖哪里，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盖在外面的了。它在哪里啊？杂项啊，外部模块。哎呀，不是哦，真的假的？所以它是在那个盖的哦，真的假的？我以为它很大呢，结果它这样盖就好了。哇，这么小一台哦，那好像喇叭、啊。海底音响，那是放在家里的吗？欸，不是哦，直接装备直接弄的。那放在水里投放。好，盖这好了，好吧。欸，靠！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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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一直浮嘞？好吧，你浮上去，我看一下你是干什么的。我也没什么电梯。哦，那也不对啊，我船里面也可以放水啊，我的那个建筑物里面也可以放水啊，这没有问题的。好吧，那泰定我也有动力电池再去弄 ，OK。那我们等一下来制造看看这个。fuck。生鱼不能吃哦。建议你要吃的时候再煮鱼会比较好一点。好，那因为我们现在要做电池，然后做动力电池，那等一下就可以做海儿号了。OK， 那因为我不在，我在原本的船。哦，等一下游回去。因为怎么讲，如果你煮了放着之后啊，如果你没有吃，它就会腐烂，也不是说腐烂，就是它就会变旧，然后会扣那个水，哦，吃起来也不好，你会口渴。哦，好，我们可以做了吧？材料我都有了。不知道他怎么讲哦，所以是要拿怎么做嘞？使用载具海儿号，哎 ，nice。My ship。 欸，刚刚他好像还有一个东西哦，我看一下，那种访问控制台。哦，啊 ，fuck！ 啊，这应该是装电池吧？啊，那你吃什么？完了，我不知道那什么东西，先不要理他好了。哦 ，nice。生命100，能源100。啊，对，万一没电怎么办？我觉得它是吃动力电池哦，
所以我们先啊，因为我还在加嘛，对不对？他正面长这样啊，好看啊。啊，发生什么事？哎、欸，那现在他还有电吗？哎、欸，说我两颗动力电池哦、喔啊。对，我也觉得他是吃啊，他吃电池的，对啊，他吃动力电池。先把它换上98这个的。我什么时候多了一颗？刚那两个我真的拿去融掉了。好，算了，不知道。好，走。哎、欸，啊啊，撞歪了。啊，等下再撞一次看看。啊，不会。啊，蛮难开的哦、喔。欸，方向感不好，这样重新定位一下，走了。其实这一段哦，对吧、啊？他冲很快，没有错啊。他冲差不多6跟7啊，六七米这样一直扣啊。那如果你是用那个推进器的话，是3-4米这样扣。欸，为什么那个是干什么的？啊，不管。他那边有4格，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技能之类吧？为什么我不想这样冲？是因为这录一录怕那个真的是会，对啊。啊，好加载还好啦 FPS 27，撞你会不会扣血啊？是还好，我们刚往那个，现在还是早上的，太好了，刚飞下去死掉嘛，没关系。而且它有温度的问题，这也是我怕的问题。在秋啊，哦，还会扣血，哎、欸，我扣15滴哦。啊，那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不要打好了。那个应该是弹啊，对，那個、应该是弹。这边又有通道哦，好吧，反正海然后会供氧，还好，就进去吧。哎、欸，我怎么觉得很眼熟？嗯，还有植物的。潜水服碎片，环保。相框。相框，相框要干什么？照明灯，我不是有一个已经有一个更大的照明灯了吗？它是更屌是不是？我刚刚我的那个海儿它会扣血，所以我不小心撞到鱼啊。它会扣血，我也会扣血。我刚以为我蛮硬的，结果没想到它也蛮硬的。这边就这样而已吗？哎、欸，打开，第一次可以打开。你到底打不打得开呢？这边感觉就是比较像室内布置的那种感觉，扫描一些室内布置的布景给你一样。这好像小便斗了，哦，又是环保潜水服，太好了！完了，我要渴死了，这也是我最怕的。打开看看好了，哎。奇怪，他刚好都啊 ，nice， 蜂蜜的门切割后使用，哦，所以我那个钻石切割器，在那个我的基地那边也有一些这种门可以割开就对了，然后我知道了，啊完了，欸我这边潜的不深，欸这边潜很深嘞，94米啊还好了，94米还好，不过我还是建议先回去吧。好，因为我怕我潜下去的时候会有温度问题啊，因为那个温度会，我不知道欸，我觉得太冷或太热吧。我、哦、来，啊 fuck 谁啊？完了，因为我没有那个，这里又是一个新地方。破土，我猜的。好，那我就不要动好了。
给你们看一下这边，怎么这么多这种奇怪石头啊？好，我们出去一探究竟一下。蛮诡异啊！我的船呢？树状蘑菇也太大了吧！跟刚刚我去的地方不一样我觉得不是这里哇！没有信标真的很容易那个迷失方向哦，讲真的。他那个又不敢扫描，我又怕说他是飞山类，咬你就麻烦了。这一看就知道还没读取完，没关系，我们电还有89，主要就是不要尽量不要被咬就对了。你被咬的话很麻烦，既然都来了就检查一下，没什么。有钻石是最好的啦，因为钻石才可以做切割器。我们看有没有钻石啊？他刚讲什么？阿尔特拉技术的信号，求救信号，基本上这边都是植物。是没错。而且感觉他们都吃素的。这个绿绿的是不是矿？不是。求救信号在哪里？微弱求救信号，我会感受到我的电脑有微弱信号。他说有点，哦 fuck 这样，显示卡快挂这样。钻石吗？没有，我觉得是那一只很像他的蛋了。Warning: Maximum depth reached. Hull damage imminent. 哦，还有限制哦。我人就可以到下面，你就不行。试试看。It is your primary objective to swim closer to the edge.好吧，因为你知道，万一我如果死掉的话，我要拿回海鸥就很麻烦。它竟然有限米，有限深度的，水压太深了。好吧，我也没打算要去啊，因为一定被烧死。看到一些奇怪的生物了，电。他们在互相攻击，那是喷血没错。那个带电的怎么那么烂啊？我靠，每一次扣10%哦。他每一次扣10%，我也觉得太扯了。就是不小心潜到200的时候，好冒了险，他人就可以，机器就不行，这就奇怪了。回家看呢、啊？对，我的匕首嘞！样本还可以吃哎呦，好吃！哇 ，nice！ 第一次在这边吃他的东西这么好吃的啦。大部分都是水哦，好哎，我船呢 ？30 seconds。刚刚看到前面有个蓝蓝的，我猜应该就是他的发出求救信号，应该是他了。好吧，那我们去搜寻喽。其实也蛮亮的、啊。
高阶工作台。嗯，赛蛮那个的，显示卡杀手开始了。等一下哦，先跟你们讲一下，我有做一个东西，对。他右键是那个电灯哦，啊，他不能一直开着是。这个是万一我迷路的话，啊，不能定在这哦。我按右键，我按右键。哦，它只有两段是不是？啊，那不用了，就定一下就好了。啊，再拿起来，还可以继续。好，那就好。这样我才知道我从哪里来。啊，这也要切割哦。没有，我们先扫描一些。他怎么又这样弯？哦，这就出去了，是不是？所以说他的地方差不多就这样而已。然后这要用那个切割器，靠，完了。因为我如果一走出去，其实我就真的很，我就真的不晓得这里是哪里的，要记得有时候有点困难啊！快点快点快点！如果我直接把它拿起来，会怎样？以防万一，我还是把它拆下来了，还不错啦。哇 ，bug 是不是？好，很奇怪的回收方式哦。还有83%，哎呦，刚刚不知道是收获什么，反正蓝图又多8个。好，相框好，就是不能做墙壁，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是没有墙壁，就是我现在都是这种的。我靠！我现在都只有地基，还有这种的，我只能住那个好像下水道的地方一样。呐喊声呐，这应该是他的装备，独眼巨人号上面这个吧？不是，那我看错了。哇！他们那个海底的那个叫声哦，让我的桌子都在共鸣。其实这个东西我真的不晓得是干什么。这边应该不是指他讲的那个什么阿尔法号，好，那我们先在这边做个 sale point， 等一下我们继续找钻石这个东西，我们马上回来。